们现在要念一下放生仪轨，那现场有念一下500只鸡啊，1只210块钱，所以老实说放生很容易，就把它放到河里面，就像鸟给它放到天空，这样没事了，拍拍屁股得到功德。那现在最难的叫护身啊，所以我们云林有这样慈悲庄严的护身园，能够让这些鸡可以在这边住，这个是太慈悲了，所以有感谢我们菩萨义工大家照顾这些鸡啊。然后再过一阵子，后面还有一块地是我们张吉良、黄美如他们在河边有一块地，也正在弄好了，将来也可以放一些鱼，甚至还可以救几只牛，也不一定羊吃草。那我们不可能救全部，但是我们有这一份心比较重要。那现场还有泥鳅18斤，所以合起来念一下108960元，随喜功德，随喜世界各地所有放生护生出钱出力者同享功德。那也希望各位，如果你住在云林有溪水，给它压起掉，我们会一直送过来，那是各位的面包。那有树有草，那就有鸟蚂蚁，甚至有看到很多流浪狗啊，所以我们要对六道众生平等，送慈悲便当啊，用食物来上供下施，这样来表现我们的心啊。虽然大家动物就叫慈悲心，慈悲心，那这个慈悲心如何化为真实的行动？因为你没有把这个慈悲心去接触苦难的众生，我们就没办法达到空性啊。因为慈悲心是人人具足的，就像妈妈爱小孩一样，但是妈妈就没办法说以爱自己小孩的方法去爱他讨厌的人，甚至一只小老鼠，所以他会觉得他根本不是我的儿子。所以这个我的儿子就是我侄啊，所以妈妈的爱还是要保留，但是你要去爱那些你不关心的、你讨厌的、你不认识的，甚至很麻烦的。就像说现在有一个生病每天要帮他洗澡排便的老人要去住在你家，哇、哦、你就起烦恼了，起烦恼了啊！你要说这个月给我十万没有我的狗啊，你没办法接受。那这个就是没有空性，有我执。虽然我们有爱的能力，如果说这个老人是你的爸爸，你的恩人，那个鬼辛苦臭臭的是你的小孩，你做妈妈你自然会照顾他，但是如果别人的，我干嘛照顾他？这个就是有分别心。所以佛教里面讲慈悲心一定要达到平等空性，那这个平等空性，那你就必须要不厌其烦，甚至接受苦难，甚至像释迦牟尼佛宁可把自己的眼睛骨髓用各种的痛苦的去牺牲，这样才可以消除对自我肉体的执着，而且呢也可以跟对方结下很深的缘分。我老实跟各位讲，你若想要幸福了，你一定要帮助别人合福啊。你啊，这个人各位跟你骂，各位跟你打，后面又说你歹话，你实在气到要死啊，你也不可以放弃度他啊。你如果觉得很麻烦不想度他，那你就你不想度他就会变成什么，念一下不想成佛，那你就不是大乘佛教啊，不是大乘佛教。所以大乘佛教不能讨厌任何一个人，这个人再不好，那我们不会跟他心不好。这个人坏人，远离恶之事，不是说我就不要管他，我的心不会被他污染。
所以就像我们要去监狱，我们要去度一个坏人，然后我心不会被他污染，因为这个坏人心念不好的人，邪见的人，那才是佛要度的众生嘛。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这个我执邪见，为什么佛要度我们？因为佛对我们不放弃啊。所以我都在意思说，虽然我们都有一个爱心悲心，对于很啰嗦的，甚至很麻烦的，很讨厌的，你都不能舍弃它。那从这里面，你才能够消除我执的慧，以及帮助各种因缘人的智，这两个要合起来。那佛教叫悲智双运，但这个悲智双运是以慈悲做根本，慈悲做根本，你要想尽麻烦，所以爱慈悲。啊，慈悲你就袂使嫌麻烦，你若嫌麻烦，你就无法度慈悲啊。啊，是在悲的过程里面，又能够把对方照顾好，又能够断除自己的执着，又能够让对方将来往生净土，未来成佛。那对我们来讲，实在有一点痛苦。就像我们昨天，我们嘉义安排我们去那个特殊学校，很难，学生200多个。老师180个，为什么？因为那老师180个，他要每一个学生至少要配一个老师，学生什么时候发疯，什么时候跌倒，什么时候乱叫，很痛苦的。而且听说将近90%都是贫穷家庭，因为这种特殊教育学校是国家办的，如果你有钱，国家不收，一定是你家里已经是中低贫穷，然后你才有登记的资格，所以才能够把小孩子送过来，那国家来帮忙你带这个小孩，请专人，这么大的学校，然后每天8个钟头，然后还要送他们回家啊。还有更远更贫穷的没办法送回去了，国家要养他，有50几个在里面。但是这个叫菩萨，菩萨提供那个是因为国家在做，那菩萨呢，菩萨认为说，这是我的工作，我若没去走啊，我就不是菩萨。所以我们最近组了一个慈悲基金会乃至慈悲协会，希望各位都来做菩萨，真艰苦啊，真艰苦。所以因为真的有一点麻烦，不管你做什么事情都勉强自己去做。对我来讲，这就是我现在在修的，虽然我没有办法做得很好，但是至少就朝这个方向啊。但是你越排斥它，你就越累，你越不排斥它，好像就越轻松。为什么？你就会得到更多的护持助缘，不然你要用10分力的都会变成3分力啊。你想痛得要死的时候就不会痛，很特殊的。就像佛陀在被割的时候，被杀的时候，痛到极点可以昏倒，但是当他痛到最痛的时候，他就发起他的愿，我这样子痛是为了能够成佛，让杀我的人，伤害我的人，让他也成佛。他就在最痛的时候保持这个悲心愿力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就气如空性，哎，就突然感觉到没有痛，而且所有的痛苦都恢复了。所以各位听过的说，其实修行真是一个自我降服的过程啊！你没有这样自我降服的过程，你就没有办法达到完全断我执，证入真正的空性。啊，你若无多安呢，那你就没办法成佛。那真正的空性开始，那时候才是真正的在有阶比较容易度众生，也不是就近度众生，就近度众生还要等你成佛。继续说。所谓真正证入空性以后，我就不怕死了，你叫我跳了火，你叫我去红台那个地啊，要红台，我说稍等一下稍等一下，那事情好啊，你要救那个地啊，我给你抬死，我就给你救、啊、你钱都要给我，算了，我给你抬死，这样好不好？你说好啊，因为你证入空性，对你来讲啊，没有面子的问题啊，没有寿命的问题，没有生死的问题啊，反而这个实际先生帮你快一点成佛。那所以那么主逼，那各位就要开始断烦恼，改变个性，降服自己，
而不能随顺自己，随顺自己。所以下面代志拢爱勉强，所以佛教叫忍法忍勉强啊，去改变你的想法，改变你的个性，甚至有些人心里总有一块东西不能被侵犯的。跟他这查某人讲，阮翁对我安怎拢无要紧，哎，目后老查某我都要好死啊，你呐，连这拢爱放下啊，你的生命没有底线，完全没有我。啊，没有底线，完全无条件的，都可以接受一切。只要是符合慈悲的、符合真理的，我都可以接受。啊，就像各位在布施前，我们也不是没钱有钱，而是说，你给你有一百块，啊，你要叫你摕十块出来讲，啊，这无要紧啊，我够九十块。啊，要叫你摕九十块出来剩十块，讲安尼袂使，你来家己小病。啊，行住做些菩萨是啊，一百块啊，我一百块拢爱给伊呢，啊无嘛无够啊，但是你嘛爱给伊，啊你变无钱啊。那这个时候，你要了解讲啊，这我有在修行无？我有没有在修行？因为我讲我要自卑，啊结果我一百块提不出来，我要提十块给伊，啊这个时候你就要挣扎了。那当然啦、啊，哪一天你就要修到对一百块先报是十块，变二十，变三十。啊，未来你有法度布施一百万转布施，哦，这叫做可能要进入空性啊，断我执啦。因为你总个想着对方，无想着家己，啊，这个叫空性，想着对方个自卑，完全无我啊，这样。所以各位听我这样说，咱未使种修行讲，大家来打坐啊、拜拜、参加法会，那是一个助缘。那修行，当我们面对这个众生苦或无常变化的时候，你的内心自在嘛？啊，今日医生讲你掉眼镜，乃至你要断开啊！啊，我搁个交代好些好些，搁笑笑啊！你来多念佛哦，你就很平静，不会怨，不会怨，辛苦今天啊，你也不会怨，因为你的心灵的力量已经超越你的肉体。把人刚刚你就疼，你讲这没啦，这无什么代志，因为所以这个就是你的心灵的力量啊。所以，那我安尼讲是各位修行看经典是足简单，但是要哪种看经典呢？所了解来面对这大变化无常，无法度接受。你想，难忍能忍，难舍能舍，难行能行。你不做这些困难，你就没办法自由自在。啊，要做这世界自由自在。这种有空性，你这种心的菩萨、摩诃萨，那你就要啊颠覆自己、降服自己。我无个性，虽然我好心，我嘛无个性啊，一切拢是为对方。那我想各位听我这样说，你大概抓到重点，就是讲，其实你今日挑战去报名要选议员好啊，要报名去选立委好啊啦。啊！你都爱哄骂啊！你都爱哄侮辱啊！你哄诽谤啊！当然，这个过程如果你用这个菩萨的心去修行，那你也感觉哄骂是消业障啊，选无掉嘛，无要紧。我是借这个机会哦，要来选一个吃菜的立位啊，要选一个放心的立位。我嘛知我袂掉，哎呀，啊，我了足侪钱，但是我趁这个机会，更唔惊人讲啊！啊，佮要借这个机会将佛法。你规工要去选地位，就牵几只狗啊，快几只猪啊出去安尼啦。我你要从我选地位啊，要叫人吃菜放心啊，救台湾啊。我你头壳是歹去，但是你这种宣传方式，大家注意你，你就达到你的目的啊。但是呢，别人对你的诽谤啦、选袂掉啦、安怎啦，你拢有法度笑笑啊，因为你来借大众来甲你磨练啊，借境界来甲你磨练。不然，咱这个西摩代格就无法度改消灭掉。咱这个定定的石头个性就无法度变阿摩罗果，阿摩罗果跟他磨叽安尼啦。啊，你要个凹到下面就变成下面，凹到下面就变到下面。那我想，对你来讲，各位听话的讲，你有在讲修行，你即马对今日开始，你拢无咧看经册，啊，你个咧等咧山内底，等咧菜市啊，迄个叫你修行啊。啊，你那边伫个菜市啊内底保持修行。啊！伊咧抬猪吧，伊咧抬鸡，伊咧抬鸟翅，鸟翅买多，抬买多，食买多。你规工就伫个菜市啊内底咧逗别人，大家安尼笑，
哦，你袂投官钱，你袂菜，所以但是借迄个机会嘛，袂讨厌隔壁的人。伊这边买猪肉，我甲你买投官钱，准备投官钱煮猪肉呢。你嘛袂使讲伊唔对，啊你来个保持很微笑，互伊欢喜，啊慢慢啦，慢慢啦，甲伊讲啊，佮求佛菩萨甲伊加持，这个叫做修行啊。所以，而不是说我们逃避这些世间的这些人情世故的麻烦，我们是要故意的去接受这个世间的苦，离开了众生的苦，没办法成佛，而且还要接受承担众生的苦才可以成佛。所以，这个叫悲智双运，就后面累积一代福德诸牛，有众生和咱布施乞丐忍辱啊。啊！伫即内底艰苦内底，阁有众生，互咱保持禅定，莫生气。乃至呢，对生气内底，莫生气的忍，变成根本都无一个我咧生气。乃至连生气这件代志嘛无，乃至甲欺负这件代志嘛无的智慧，那个都平定。人甲你泼硫酸，你就当作扣篮安尼啉嘛，安尼啦。啊，这袂歹啉啊，所以对你来讲是无分别。啊，你若有分别，你就无法度真正去行菩萨道。啊、所以无境界，甲咱无就袂使，这个叫悲智双运，悲智双运，一直慈悲，一直去伫布施乞丐，忍辱自己，一直来照顾家己的心，袂使生气，专注慈悲，然后，佮袂使感觉讲有一个我咧慈悲，有一个你咧互我慈悲，啊，这种的智慧，然后佮伫咧用种种的方式叫方便波罗蜜。发起大愿，我一定要安怎做？这叫大愿波罗蜜，成就了真实有力量，叫大力波罗蜜，最后你才有佛的智慧波罗蜜。那大概我今日本来要讲这本，如果等一下有机会啊，菩萨成佛的十种波罗蜜啊，那当然你那边做一个菩萨要成佛，你唔通干那看着耍，这是达纲。包括穿开便所，你拢爱做会到的、啊、所以每一件代志拢符合十波罗蜜。你每一件代志拢爱符合这个概率，波罗蜜就是咱幸福的概率，没安怎去做、啊、所以各位听我安尼讲，就是讲，虽然一件插花真简单的代志，咱要安怎将插花这件简单的代志，甲化作波罗蜜。你来去，你得用头壳，你袂使讲我火插好就好啊。我念我的阿弥陀佛，哎、欸，啊你这个火你无该用作佛咯，因为真正你看这個火呢，啊，所以刚才多啊，咱的强精，咱要来将这个强精这个代志，甲化作波罗蜜，对一切出家人的尊敬。但是呢，所有的功德，要回向真正帮助所有的众生，你袂使讲众生众生。啊！结果众生有啥物艰苦，你拢无去接触，你嘛唔知影众生要治啥物啊？那所以对插个花、供个身、读一了心经，那你今日互你读心经，你无可能去甲外国人讲念心经，我听根本都听无。所以要安怎将我所讲的心经化作讲英语、讲西班牙语、讲日语，然后盖斗阵啉茶、盖食饭，然后将这心经的法。这种的表现，这种的主宰，互伊了解，所以《心经》对你来讲是一个生活，一搬一出电影，互伊，唔是用嘴来讲《心经》，就是用咱的生命来讲《心经》的意义。就像一个女人说：“老公，你说你爱我，你爱我，你表现在哪里？啊，无咧买礼物，啊，无咧陪伊食饭，啊，无要出来看电影，你爱我爱个屁！”我嘛定来去用骂。啊，因为没有表现出来，所以那各位要了解说，这个波罗蜜，那为什么说你今天讲要慈悲，你就要每件代志拢啊做个完完满满，免啊煮同好食菜红食，免啊安排节目，免啊将这生命和死甲搬一出戏要躲对方。对你来讲，那需要用死亡躲对方，需要用丢感情躲对方。需要用车祸躲对方，你拢会借这个阴面去搬这出戏。对你来讲，一切拢是虚幻的，有为法啊！啊，你都袂敢讲有一个话咧，你艰苦。所以，同样，我们今天放生，老实讲啊，
咱无可能救所有的生命，但是咱救几只鸡啊，咱要来提醒全宇宙世界人对动物的尊重，爱护动物，不是讲咱规工一直扣钱，一直扣钱，全部的鸡啊拢来救来恁兜，你煞倒去，我跟你讲，无可能有迄种代志。咱是利用这个社会，因咧食牛，啊，咱来救几只牛；因咧食猪肉，啊，咱来救几只猪啊。而且，甲猪啊斗阵，猪啊比狗啊较巧，猪啊比狗啊较爱清气，猪啊目睭甲人同款，猪啊嘛甲咱同款有福性，可以慢慢了解。猪啊母足惊，足爱猪啊惊，猪啊惊呢，啊，就依靠猪啊母，和世间的人拢了解这个道理。所以各位，我按你的功力来，这个叫方便波罗蜜。你要怎为用一只猪啊来度世间的人觉醒，了解动物嘛爱，动物嘛想要离苦啊，动物最后嘛法度幸福。你来一直用脑筋啊，然后呢，就爱去参与，去做。你跟你讲啊，放鸡也唔较简单。你去租一片地，啊，佮起又好势，啊，佮扣钱，啊，佮找人。敢若你一个山要佮起做一间大楼，这个过程要多少的因缘啊？这个叫善巧方便波罗蜜。所以，那你若无这个，你这个善巧方便，你若无空性，你有一个私心，你个庙起了更加水，拢是有所得的。人家会觉得说啊，你嘛不是佛教，你是做比较大，你较有福报，你去较大经，道场去较大经，即个你也无真理的啊，无真理。但是相反，因为他没有空性去起一间佛寺，他可能就会利用法会写牌位多少钱，搞什么法会多少钱，这有钱的人，这种不是善巧方便，这是干巧啊，干巧善巧方便是以空性慈悲为本啊，你要来去创造一个。国家也好，你要去写一本册嘛好，起一间佛寺嘛好，办一个道场嘛好，但是这里底动机拢是正确的，然后呢方法却非常的现代化，超过世俗化，所以咱合伙的人各位要记得，就是讲这间公司办甲遐尼好，咱爱办比较好的意思啦。啊，世间人更加缘投，你嘛无佛教缘投，你合伙的人的庄严是世间人无多甲你比的。所以一个学佛的人，我的师父常常交代我讲：，当你行咧大众迄阵啊，你爱互世间的人，包括一个好业人、缘投的人、皇帝，看到你拢真欣赏你，你的外表、你讲话方式、你的心态、风度翩翩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用佛法来做人诶，过生活的，所以用佛法来穿衣服来布置的。所以不是在表现自己水到歹好业善，只是利用这法表现出来的行为，像你在插花啦，你在布置啦，你在讲一句话啦，你在写一篇文章啦，你在做一出电影啦，弄好了，刚刚讲你实在是太特殊了啊！连世间同好的世界书都要来跟你学，因为你的方便，而且呢，我都达到。您无想要为着要赚钱，有法多用遐尼水的物件，所以因为这个就是一个，和对方在讲，这个就是佛法，因为了解因果有空性，大悲心善巧方便，所以才有法多做出遐尼水的物件，超过世间的一切。那这点各位一定要记的，就是讲，你既然合佛啦，不管你是种田的啦。你是扫便所的啦，你是经理啦，你是上班的啦，你是董事长啊，你所有的一切，拢爱成为人间的上人，甲别人无共款，光明、超俗啊，敢那过去的文人雅士，哎，就很超俗，对不对？做皇帝还不见得，世间人站在欲望，看皇帝足大，但是读册的人未欣赏，士农工商。做一个有志气的人还要紧，做一个啊文人雅子，那是咱学佛的人无赶快。我们学佛是什么？念起来，世间莲花。所以各位今天修八关斋戒或菩提心，那咱表现出来爱无赶快啊！就讲咱少年咧看一个查甫，一个查甫囡仔，哇，这查甫长生了哈尼水，迄种水。
不是性感，不是好呀，是你没办法形容的啊，一种的超越哦。为什么也也声音也外表一走路跟别人不一样啊？而且呢，没有那么刚刚讲就讲，一个好呀，查某囡仔安尼开几百万去装啊，迄种的装，甲一个十八岁足文雅哦，安尼。白白啊，安尼目眼神真，迄看起来都无同款，迄叫做气质，气质不是用钱有法都搬出来啊。那在这一点，各位你一定爱，在你的范围内底，再讲你的气质有比人较好，因为咱合伙的人不是甲咱讲经说法，合伙的人是你行路，你做代志，你开车，予别人的感觉就真文雅，真。想要甲你看两眼啦，敢那一个，即内底无欲望，敢那一个真古锥个囡仔，咱看的是因为伊个古锥，伊个眼神遐尼清啊，伊笑起来遐尼好看，咱就足爱看伊个，迄内底无欲望，也袂生气也无欲望啊，因为伊个气质就是安尼，敢那一只狮啊，一只狮啊，甲一只狗啊，狗啊个气质安怎比嘛无多比狮啊，有没有？迄狮啊，可能看起来，哎呦，狮子就是狮子啊。所以佛陀叫人中狮子，佛陀叫无上士，佛陀叫伯杰凡，这是世间通庄严的。你看世间偌济石头啊，还不如一粒钻石，给人家的感觉。所以这点，我想各位来一直来佛教，不管在发菩提心，我们慢慢就要从这里面去让自己提升。但是我们这个提升不是外面也可以别人，因为我若无安尼提升，我要哪度众生呢？众生看到我也无感觉啊，因为行菩萨道的人是时时刻刻拢咧关怀众生，所以我定来真侪人，你地婆爱地好看，大家都看啊，这地婆你管他这事，你管太多了吗？天气冷啊，我那地婆看他老人啊，无像出家人啊，那穿衫啊，无像出家人。不是穿衫就好啊！啊，我出家人就麻烦，你内底就袂使提物件，提遐碰遐碰遐碰就歹看啊！啊，那你这些都要顾虑好，因为出家人穿几领衫，像我师父他们讲，我们为什么要穿这个衣服？给人看的，鞋子、袜子、衣服、念珠，这个是你能做到的。但是更重要是你的态度、眼神、语言、行为。感觉到哇，你是世间的莲花，不污染于世间，连吃一粒饭都很有气质。那这点嘛，各位从我各位点来，我看各位坐在遐，我拢在看你，迄个坐安尼，拢无想要做菩萨呢。啊，因为每一个人的个性想法，困的姿势嘛爱庄严，坐的姿势嘛爱庄严，行路讲代志眼神。所以你就要跟他，你是搬电影的人同款，搬电影的人是众人拢在看你一个啊！你变啊，把你的演技发挥到巅峰，互人欣赏讲哇，这个人啦，我老话都存在男主角、女主角，你们在偌好？那佛教徒更是如此。所以你要有这个使命感、责任感。我做这佛教徒，不分在家出家，我的行住坐卧、讲话走路。别人随时都在看，所以我等下。